朱伯承，林议员，他是丑角，他是生角，然后他是旦角。可你能想象胡兴国一个人要分成十个，这其中只有三个，他一个人在舞台上105分钟，他要分成十个角色来演这个戏。在胡兴国在发言之前，我想先请朱伯承谈一谈他在国外看吴老师演这个戏的这个感想，然后再请吴老师发言，谢谢。